啊，那现在呢，教大家怎么穿这个面。那首先我们进入这个穿面模式。进入穿面模式，把和好的那个面团放在这里。那压好的这个面呢，它会从这里出来。我们这里有第一道压面滚，第二道压面滚，第三道压面滚。那这三道压面滚呢，是控制这个皮薄跟厚，可以调节。那我们这里的是一个。